公營性解決制衡。
主耶稣，我感谢你赞美你，我感谢你再次恩赐我哋咁多位可以面对面去陪伴你，去倾诉。主，我相信此时此刻，我哋每个人嘅心情都沉重咁嚟到你台前，一个你出生、成长、传教，甚至死亡嘅地方，今日变成烟火满天，生灵涂炭，每日都好多人嘅死亡。主，我哋内心系好沉重，好担忧，好担心呢个战事系一发不可收拾。我哋真系唔知将来点。呢件事情好似好远，离我哋好远，但系亦都系好近。我哋每日都睇到嘅新闻，特别今日下昼我睇到一个视频入行，我哋做错咗乜嘢？我哋有咩做错？主，我睇到呢个事迹，我真系忍唔住。点解咧？有啲人要承受咁多苦？主，我好唔明白，点解你啲人民未能俾你去感化到、教育得到？主，我求你帮助呢啲失去家庭嘅、失去家人嘅家庭，亦都派啲圣神去令呢啲统治者有一个切实嘅心，化为血肉嘅心。改變他們，用一個和平、理性的方法去解決問題。我們不再傷，不再希望見到這麼多人的死亡。主，我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做，我們都是，我們每天都無能為力。我們每天只可以在這裡向你祈禱，求你幫助這些走緊係死裏陰谷嘅人，求你幫助佢哋逃離呢個死裏陰谷。我哋今日將所有嘅活嘅經驗，亦都奉獻俾啲求聖母媽媽為我哋轉禱，幫助所有受緊戰爭嘅人，希望你幫助佢哋早日停止戰爭。今個月係年齡月。我哋為我哋死亡已亡嘅親人、朋友，特別亦都係一個戰爭死亡嘅人嘅靈魂祈禱。我哋今日用光明五端，因真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阿門。我信全能的天主父，天地万物的创造者，我信父的唯一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因圣神降临，由童贞玛利亚诞生，他在比拉多执政时蒙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死而安葬，他下降阴府，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，他升了天，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，他要从天降临审判生者死者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而公教会，诸圣的相通，罪过的赦免，肉身的复活，永恒的生命。阿们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。主聖母瑪利亞，求你現在和我同在世，為我們罪人祈求天主，阿門。萬福瑪利亞。
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。耶稣在约旦河受洗，那时耶稣由加利利亚来到约旦河约翰那里，为受他的洗，求赐身心洁净之恩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。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。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。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。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。天主聖母瑪利亞，求你現在和我們同在，為我們罪人祈求，天主啊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。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。天主聖母瑪利亞，求你現在和我們同在。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。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。天主聖母瑪利亞，求你現在和我們同在，為我們罪人祈求，天主啊。萬福瑪利亞，你充滿聖寵，主與你同在。你在婦女中受讚頌，你的親子耶穌同受讚頌。天主聖母瑪利亞，求你現在。圣宠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同在，为我们罪人祈求，天主啊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同在。愿歌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。天主耶稣，请宽赦我们的罪过，将我们免地狱永火。求你把众人的灵魂，特别是那些需要你怜悯的灵魂，领到天国里去。
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，求赐分判圣事的恩宠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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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。我们的罪过，
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助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怜助我和我们众信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妈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助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助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怜助我和我们众信，为我们罪人。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助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助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怜助我和我们众信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妈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助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助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怜助我和我们众信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妈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助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助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怜助我和我们众信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妈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助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助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怜助我和我们众信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妈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助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助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怜助我和我们众信，为我们罪人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助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助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怜助我和我们众信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妈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。你在如何，今日仍然，直到永远，阿妈。主耶稣，赐宽赦我们的罪过，在我们面地狱灭火，求你把罪人的灵魂，特别是那些需要你怜悯的灵魂，领到天国里去。中有声音说：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拣选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求先听从耶稣的恩典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受赞助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怜助我
满圣所，主与你同在，并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产子耶稣同受赞颂。主与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同中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所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产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同中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们。五哥为父及子及圣神，你在如何不离弃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主耶稣，圣父赦我的罪过，在我无边地狱里活，求你把众人的灵魂，特别是那些需要你怜悯的灵魂，领到天国里去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
佢本人，为教宗去祈祷，愿教宗喺圣神嘅助佑下，陪伴托付给教宗嘅羊群，履行佢嘅使命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同临终时，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啊！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。起初如何，今日仍然，直到永远。歌词的第六首，耶稣圣体。
下是聖母在十月二十五日的信息。亲爱的孩子们，邪恶、仇恨与不和平的风正在吹遍大地，毁灭生命。这就是为什么至高者派遣我到你们这里，引领你们走向愿天主及人民和平与合一之路。孩子们，你们是我伸出的双手，为和平祈祷、守斋、奉献、牺牲。这是每颗心灵都渴求的宝藏。感谢你们回应我的呼唤。现在是见证文，祈祷十五分钟。
七首。第十一首，
正系降福，请跪下。Thank you.
大家互祝平安。Thank you.